月夜映射地，杜甫。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地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戍楼上的更鼓断绝了人行，秋夜的边塞传来了孤雁哀鸣，从今夜起就进入了白露节气，月亮还是故乡的最明亮。虽然有兄弟，但都离散各去一方，已经无法打听到他们的消息。寄往洛阳城的家书老是不能送达，何况战乱频繁还没有停止。再读一遍，月夜映射地，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地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